大家好，这里是一秋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德鲁的生涯模式。然后上期视频看评论的时候，有观众跟我说，我们好像有新的特技啊，说有一个什么带球的啊技巧运球的特技，耶，把这加上。我印象中飞16的时候，这个最多可以选5个，就即便你把这些所有都解锁了，你也只能在这些里选5个放在球员的身上。这有点像那种游戏里加天赋点数的感觉。另外，再来看我们的成就，我们还是把重心放在这个盘球过人上，希望这期可以升到4星的 Skillmoves。这回彻底伤。我觉得这算犯规了吧？在我传球的时候，他踢了我一下，等于我重心就偏了嘛，下去了。哇！我还以为球员生涯不会受伤呢，不知道伤多久，强制休息，脚踝扭伤，疗伤期3周，希望你能早日康复。因为伤势错过几场比赛，所以修正了我对联赛的期望。但之前什么期望？我们另外一个安德鲁也伤，不过伤的时间不长，4天。既然你现在可以参赛了，我就要为你发送一下更新的下一个目标了。还谢了？这两个杯赛为什么离这么近？中间才间隔1天，足协是脑子进粑粑了吗？客场对车顿闲，其实我知道你们大家其实也不关心我对手是谁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也不知道，虽然有个名字在，你们对他们。只是个名字而已。不行，感觉我们后卫都上去了，后边差不多该就3个人的样子。我好像刚才教练是不是调这个进攻防守的心态？开出来，开出来，对。有 ，interesting。我的天，这停球！啊！立柱！哇！踢飞了，笨死啊！啊！大单刀竟然踢成立柱了，进了球，这场比赛就完美了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又踢在立柱上了，49次，这场比赛完成了5次，还继续踢啊？有体能吗，大哥？90的体能。安德鲁漂亮，非常棒一脚射门。一个 body feint，中摆，晃开后卫，然后搓远角。我不是吧？还因为我丢球丢个球是吗？太好了。出色的射门就射的还不错是吧？谢谢啊。在想要不要传的问题，但感觉给安德鲁他也不一定能射进，还不如自己射。而且我传给安德鲁他也不一定射，你知道吗？他为啥还能给我传回来？从门将抱住球第一时间，你们就听见我在这狂敲手柄了吧？我让门将大，快点把球抛给我。我们那会儿三个维尔迪西、安德鲁加上我，3打2、3打1的节奏，你抛过来能死是吗？你把中间都空了。漂亮，托雷斯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不过我们领先了。电脑挺有意思，就是这种平局的比赛，到最后时间啊，AI 都会
把战术调成全面进攻，就是进攻调到顶格。好 ，Turner， yes， Turner 好哎，然后就看两边在那大打对攻足球。要死呢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一边还是赢下来了，完成了我们的第20场比赛，这应该是联赛杯吧？我们又趟过了一轮。闭着眼随机挑一双啊，5 4 3 2 1，就这双。我去，擅长斜角横传队友，管他是什么，选上。为您从2亿提早踢出的球添加一些弧度，这就是传中用的吧？这双我喜欢，23号乔丹吗？还真是乔丹啊，内马尔插乔丹，这是给内马尔做的鞋，但为什么是跟乔丹有关系？随机选的那双鞋太丑了，我们再换一双吧。我们刚才不解锁内马尔那双鞋吗？我们把内马尔那双穿上了，内马尔和乔丹那个。哦，这还有这 EA Sports 这双对不对？嘿嘿。我们穿这双吧，跟我们衣服也配。哎，后面还有这个乔丹那个飞人的 logo， 欣喜，帮助我们进个球吧。又一场0-0，好像过人次数也不多，58次只增加了3次，太少了。那足总杯吧，第一轮客场踢平了。哇，好差的选择。啊，没传好。安德鲁，呜，多好的机会，这目前为止看到电脑传最棒一脚传中了。低点球喽，我们只能看着。阿弥陀佛，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 ，yes， 加油啊，门将！菠萝菠萝蜜，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 ，yes， 哇，这球罚真好。菠萝菠萝蜜，菠萝菠萝蜜，菠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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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蜜，菠萝菠，大哥你动动呀！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，我去！菠萝菠萝蜜，菠萝菠萝蜜，菠萝菠萝蜜，搞耶！我靠，到我了，我好怕怕呀！Yes， 菠萝菠萝蜜，不，你动一下，好歹你能不扑的。安德鲁，安德鲁，别踢飞！安德鲁，加油！安德鲁，加油，加油！呜、安德鲁罚点球，为什么每次都罚那么好？为什么他射门这么糟糕？门将，你表现的机会来了。不用，你站住就行，他肯定会踢飞，他肯定会踢飞的，啊，yes， 加油啊，好的，我门将太厉害，又是我第一个出上去。还不错，好歹还是赢下点球大战63次，还差12次，这期好像够呛，那下期肯定没问题。目前为止觉得表现还可以，虽然进球不多，但是每场比赛好像都赢了，尤其是杯赛，我最佳射手已经10个球了。我感觉我最近没怎么进球，哎，我还是4个进球，有点进球可能也都是在这个杯赛里。
助攻应该没我什么事儿吧，助攻两次，对，也没怎么助攻，不过门将表现不错，零失球场数十场。我们现在排在第六，排名倒还不错，25个积分，差排名第一埃克塞特6积分，还好。我们今天的生涯模式就先到这里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，不要忘记点赞，可以帮助我更好推广我的频道。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观众的话呢，可以选择一下订阅，每次更新的话会有推送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